如果想要有一个忘不了的过年晚餐，去餐厅用餐就对了。你可能会遇到排不完的队，滑到没电的手机，转到你怀疑人生的时钟，莫名其妙的神秘菜单，点菜点到喷鼻血，或是吓到尿裤子，被食材的爸爸追杀，直接晕倒在餐桌上，被女友诅咒，甚至被超自然力量攻击，哇，吓到伸手熟了。真人真事改编，自以为懂事的儿子，孙七七的女友，手痒想煮的妈妈，只是想吃饱的爸爸，根本没发现过年的爷爷。12月22日，等你来点菜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豪豪。前几天那里网友投票，认为新好男人最该做什么事情？身为比好男人还要更强的新好男人，我今天要来挑战网友投票，认为新好男人最该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网友的投票。挡子弹，哈哈，这网友比较幽默一点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网友的投票。挡子弹，挡子弹，挡子弹。挡子弹，浩哥不要动哦！你看，等一下，慢到啦！不，身为新好男人，就是要用心守护家人的安全。我们总会碰到需要为家人挡子弹的时候，这子弹要射就射我吧！哈，我这样有心、用心、真心的真情告白，直接就是感动千万女网友，他们绝对会哭着说：没关系，不用射浩哥了，不要让浩哥承受这种疲弱之苦啊！没有，射死他。干，浩哥认命吧！剧情急转直下，人见人爱的新好男人 AKA 花美男浩哥竟然真的要为家人挡子弹了。究竟浩哥能不能成功的为家人挡下这颗子弹，展现出他有心用心真心的新好男人态度呢？亦或是浩哥早就在背的后面藏了一个米其林不沾炒锅，完全阻隔子弹的威力？果然是新好男人，保卫家人之余也不忘介绍产品。阿敏，我可是有心用心真心守护家人的新好男人，我才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家人呢！看我的文字，天然矿石不沾炒锅，正宗原木锅铲，原木餐罐，草地粉嫩马卡龙湿气足，只要购买4条米其林轮胎，就算米其林缤纷享宴组。凭那些厨具，你以为就可以保护你的家人吗？厨具不只可以保护家人，还可以做出带给家人幸福的料理呢。你做的东西不是只会让人家吐而已吗？你听过米其林指南吗？就算没有厨艺，也可以让家人享受米其林星级的幸福呢。浩哥，寻找剩下传说中的米其林厨具，这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。奇弟师傅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找到剩下的厨具，保护光明料理界的。师傅，我找到了，躲在厨房的柜子里呢。谢谢。如果想要有一个忘不了的过年晚餐，去餐厅用餐就对了。你可能会遇到排不完的队，滑到没电的手机，转到你怀疑人生的时钟，莫名其妙的神秘菜单，点菜点到喷鼻血，或是吓到尿裤子，被食材的爸爸追杀，直接晕倒在餐桌上，被女友诅咒，甚至被超自然力量攻击，哇，吓到伸手熟了。真人真事改编，自以为懂事的儿子，孙七七的女友，手痒想煮的妈妈，只是想吃饱的爸爸，根本没发现过年的爷爷。12月22日，等你来点菜。如果想要有一个忘不了的过年晚餐，去餐厅用餐就对了。你可能会遇到排不完的队，滑到没电的手机，转到你怀疑人生的时钟，莫名其妙的神秘菜单，点菜点到喷鼻血，或是吓到尿裤子，被食材的爸爸追杀，直接晕倒在餐桌上，被女友诅咒，甚至被超自然力量攻击，哇，吓到伸手熟了。真人真事改编，自以为懂事的儿子，孙七七的女友，手痒想煮的妈妈，只是想吃饱的爸爸，根本没发现过年的爷爷。12月22日，等你来点菜。
如果想要有一个忘不了的过年晚餐，去餐厅用餐就对了。你可能会遇到排不完的队，滑到没电的手机，转到你怀疑人生的时钟，莫名其妙的神秘菜单，点菜点到喷鼻血，或是吓到尿裤子，被食材的爸爸追杀，直接晕倒在餐桌上，被女友诅咒，甚至被超自然力量攻击，哇，吓到伸手熟了。真人真事改编，自以为懂事的儿子，孙七七的女友，手痒想煮的妈妈，只是想吃饱的爸爸，根本没发现过年的爷爷。12月22日，等你来点菜。今年过年决定带家人来餐厅用餐，难得团圆吃饭，我让妈妈休息一下也好。不想休息吗？别这样嘛，特地来餐厅就好好的放松一下啊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没关系，坐的人也很放松啊。反正过年就是要滑手机嘛。先生到你们了。爸，妈，家了，爷爷吃饭啦。爷爷，爷爷，起床了！哦，终于可以好好吃饭了啊！耶！可以参考我们的新年 special， 只有新年才会有。好，那我们就让爷爷先点餐。好啊。那就点个东方美人茶，先来开开胃吧。是谁口渴了？我渴。那这次还是让爸妈先点餐好了。好啊。
梦幻放山居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到底有多么的梦幻。好啊。哎，上菜了。啊，谢谢。享用。爸妈，那这次我就自告奋勇先点餐咯。好啊。哦，好饿哦，赶快点菜。我也好饿哦。点这个，念念不忘意大利面。对啊，来试试看它多让人念念不忘。好啊，念念不忘意大利面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嗯，赶快开动。怎么样？还好，你呢？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。念念不忘，是不是没有？我没有，对不起。果然啊，过年吃外食太危险了，还是在家煮顿好料最棒。新年快乐！那就来个生猛活海鲜吧！生猛活海鲜呢，好新鲜的样子，我要开动了。先生，快下留情。今天吃葱就好，好吗？不要吃我。那这个牛排亲子冻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听起来不错。对，上菜。儿子，你怎么变牛排了？而且还是十分熟的，十分熟太硬了。火星布朗尼，这个好像很有名哎。据说是地球上不会有的味道哦。那我赶快点看看。好啊，火星布朗尼。哇！请享用。啊？这根本是穿过的袜子，我绝对不吃哦。我也是，好恶心哦。
大家好，我是好好。前几天那女网友投票，认为新好男人最该做什么事情？身为比好男人还要更强的新好男人，我今天来挑战网友投票，认为新好男人最该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网友的投票。挡子弹，哈哈，这网友比较幽默一点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网友的投票。挡子弹，挡子弹，挡子弹。当子弹，浩哥不要动哦！你看，等一下慢到啦。不，身为新好男人，就是要用心守护家人的安全。我们总会碰到需要为家人挡子弹的时候，这子弹要射就射我吧！哈，我这样有心、用心、真心的真情告白，直接就是感动千万女网友，他们绝对会哭着说：没关系，不用射浩哥了，不要让浩哥承受这种疲弱之苦啊！没有，射死他。浩哥认命吧！剧情急转直下，人见人爱的新好男人 AKA 花美男浩哥竟然真的要为家人挡子弹了。究竟浩哥能不能成功的为家人挡下这颗子弹，展现出他有心、用心、真心的新好男人态度呢？亦或是浩哥早就在背的后面藏了一个米其林不沾炒锅，完全阻隔子弹的威力？果然是新好男人，保卫家人之余也不忘介绍产品。阿明，我可是有心、用心、真心守护家人的新好男人，我才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家人呢！看我的文字，天然矿石不沾炒锅，这种原木锅铲、原木餐罐、草屉、粉嫩马卡龙、湿气足，只要购买四条米其林轮胎，就算米其林缤纷享宴足。凭那些厨具，你以为就可以保护你的家人吗？厨具不只可以保护家人，还可以做出带给家人幸福的料理呢。你做的东西不是只会让人家吐而已吗？你听过米其林指南吗？就算没有厨艺，也可以让家人享受米其林星级的幸福呢。浩哥，寻找剩下传说中的米其林厨具，这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。奇蒂师傅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找到剩下的厨具，保护光明料理界的。师傅，我找到了，都在厨房的柜子。谢谢。Thank you.